一下，公版哇，有人，但是今天背景不一样哈，我是在那个平常跟爸爸妈妈睡觉的房间这里，我还影片的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急，不用问他。今天我们来测试，玩大佬，玩二大佬的话，最强的一定是铁之 TG， 所谓 TG 跟童话深度队。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玩过一条龙呢？我们就马上来实测十次。我们就发，我们先13张那个一条龙的几率就真的非常少。现在就发14张。OK， 这里有14张。OK， 第一张。2，OK， 这是2，这字不给你看。2，然后7，OK， 目前没有重复，2跟7，3也没有重复哦。哦，重复了，重新洗牌，这张是算了。第一次，我要把它散落在我的床上了。OK， 我们来抽第一张 ，Q，OK，2，OK。Okay, 2, okay.OK， 一四张，五九，然后第五张 Q 重复了，重新洗牌。二放旁边 ，K 放旁边，一放旁边，重复了，重新洗牌，再来一次。五放旁边，3、4 ，OK， 8，这是5张了，现在用的牌3、4、5、1、8 ，OK， 我们再来抽6 ，OK， 6张了，4，哎，对了，我们是抽14张，所以一次一样的不会爆，加两个次了7。8，好像2次 ，OK， 爆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每一边都是13张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TD 哦，是 TD 的，一条龙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张，就是一张没我就爆，1、2、3、4，好像快走。8、9，我天，让它修剪可不可以快转？10、11、12、13 ，OK， 我们做两步。OK， 剩下就是13张，好像4点13，我们来看有没有机会。我们先开第一叠，给大家看4叠，4叠在我的床上，4叠，看4叠。好，第一张2，我记一下 ，K， 一，哦，爆了，这组没了，2个1，下一组3，1，K， 10。9、5，哎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3，剩下就4张，6、3，重复了 ，OK， 4跟1也2重复 ，OK， 我现在最后4。这组重复被我看到了，然后2张9，我爆了 ，OK， 继续。这组也爆了，这组3个 Q 位，哦不对 ，TD 耶，这组超扯的。先开这组的，一刀全部都不用开了，因为就 Q 4级了，就不用玩了 ，OK，Q Q Q Q， 不是我开刀，
测试，感觉就是有拿那个测试啊。而且我没有收看，我超级马里奥的影片呢，三十几分钟一集，喜欢的要喜欢的系列哦。OK， 继续读啦。这种游戏通常都是靠这种运气来的。我就拍摄到十分钟，然后做个结尾，就当做十分半立场。那我们继续，但会快转，所以就是可以拖很久。好，快转开始。十分钟了，那今天的英雄友就聊到这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今天在分享，好久没讲这几位了。OK， 下次，耶，如果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像是总有一些所见所闻，像是简单的赌博小影片介绍。有兴趣的订阅我们大神家有地所影片，其实下面是我其他影片。有兴趣的话，点进去看看。首先，平台游戏频道也不要错过哦。And my， 等你下次再见喽。详细的联系朋友就是你看过我全部《Super Mario Maker 2》的影片的朋友，应该非常的少。因为大家喜欢看《Super Mario Maker 2》吗？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。第三次，帮我留言，留言。所以那我们今天的七分钟日常就先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马特斯。